些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今天一家人全员到齐，来这边的力挺爸比，来左手边麻烦看一下下，来 ，OK， 稍微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平面摄影朋友，碎碎碎，赞，除了赞还是赞。请问你买了几张林志颖的专辑？我目前还只有一包肠粉，但是我待会准备要自己买，你希望我买几张？啊？100份肠粉就好了，100份的，OK， 没问题，100张了。哇！好的，祝你谢谢25周年，继续的更多的25周年，然后谢谢这张纪念专辑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感动，然后唱片大卖。所以如果希望大家带我多出专辑的话，就要请拜托他好不好？反正我多买肠粉，多吃肠粉。真的谢谢这些帮我完成这张专辑唱片，真的谢谢。还蛮感动的一个过程，蛮感动的一个过程，因为我其实跟小志认识好多年了，然后其实一直都是好友、车友的身份，然后一起聊天玩乐的伙伴。但是呢，这次算是真正坐下来好好的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友情可以一直好下去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走吧。一步之遥就梦想，尽情的挥洒飞翔，走吧，一步之遥就梦想，梦想的愿望绽放。耶，快举起双手。尖叫声在哪里？